谢谢这么多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现场，一些的同学们啊，啊，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啊，最近我们的报章杂志写到那个劫机事件哈，大家。大家好像街头小巷都在谈，是，并不是因为这个劫机很新奇，而是说两岸直航啊，指日可待了，是，很快了，只是航线被它规划出来了，哎，已经大家试好航线了，是是，现在很多要到厦门的朋友都到高雄去搭飞机了，啊，坐飞机来讲，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是是是，哎，不晓得我们许孝顺坐飞机有什么经验？哎呦，其实呢，平常我们从台北呢坐飞机到高雄只需要了50分钟的时间，哎，我曾经有一次呢坐了4个多钟头，为什么呢？哎呀，那是天候的问题啊，哦，天气的。哎，天后的北港天后宫啊，这有一次呢，就坐飞机飞，奇怪，我怎么会在飞机上面睡得那么舒服啊？因为呢，这个我旁边坐的是杨俊荣，我们要参加一个晚会，奇怪，两个人都在打呼，怎么这一觉睡得这么熟啊？结果呢，在我们旁边坐的那个在哭，奇怪，这回你整个考就厉害，是不是害怕呢？害怕。结果呢，我们已经在高雄的上空已经飞了2个多钟头啊。结果呢，这个小姐就讲了啊，各位旅客，因为天后的关系，我们多等一下。否则呢？等一下我们要降落台南机场。哎呦，一看，糟糕了！我是主持人，开场7点钟已经过了2个钟头，9点了。哎呦，结果呢，我们就飞到台南去，准备要降落。高雄不能降落。高雄不能降落。结果呢，要降台南。对不起，我们跑道的跑道灯都熄灭了。飞机又拉上了。哎呦，我已经看到台南了，仿佛已经看到卤肉饭了，刮擦帮啊了，我又叫。然后旅客，我们现在空中再盘旋一下，我们可能要降落在。澎湖马公机场啊，马公怎么会到马公？你不秀场的跑到马公去？是啊，怎么跑到要飞到马公去？就那边坐了1个多钟头，然后那个机长还走出来开我们玩笑啊，各位旅客，刚刚如果说我们还在空中等的话，万一高雄机场在通知我们，我们去降高雄的话，如果说再去他们说关闭的话，明天各位可能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啊，没有油了，没有油了。于是到马公去加油，加油以后再从马公飞回高雄，然后降落那一刹那，全飞机人听到掌声鼓励，啪！哎呦，还有走出那个哦接客那个地方啊，还接客的地方，接待室，接待的都机场还有接客，接待客人啊，接待室。哎呦，一出去。这个亲人呢，相见面上哭的哭啊，哎呦，抱的抱，这是您坐飞机的经验哦，好可怕那一次。所以讲到这个中国大陆飞行员呢，那胆子就很大了，真的吗？那我有一次记得他们好像是降落的朋友到哈尔滨去啊，是晚上12点多了，一降落之后，哎，怎么连那个拿梯子都没有？整个海关都是按关灯的，大家就睡觉了，按咪猫了，对吧？那怎么降落的呢？怎么降落？又没有塔台，怎么问飞行员怎么降落？糟糕了！飞行员讲说，我家就是住在隔壁啊。啊，那你家住隔壁跟晚上跟塔台有什么关系？我每天晚上灯都会开着的，我就看到那灯，我就往那里降落。啊，这太荒谬了！他看他们家灯了，然后下来还用那个绳子下来推梯子。陈真有没有坐飞机做过有趣的事情？有啊，像我最近都一直来来回回坐飞机啊，又是转机到香港，又转到别的地方，每次都要坐很久的飞机，有时候再加上自己工作累，在飞机上真的就很累，就睡着了。那真的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有人劫机。哦，有的吗？对啊，就真的被劫机，然后全部的人都不敢动。那他就一直飞，那过程就跟劫机的过程就差不多。然后呢，我坐的旁边呢，刚好靠近那个机翼，你刚刚讲的那个机翼，他还冒烟呢。哎呦，然后要下降的时候，还要快要坠机了，还一直冒烟。哎呦，非常的惊险。结果呢，我就一直觉得怎么奇怪，这个事件一直循环。后来那个空中小姐就来叫我，陈小姐，请你绑安全带，快到了。原来是因为太累，做梦。好，这个可以总结一下啊，劫机前、劫机后、坠机，麻烦请吃绍兴坠机。徐淑妍呢，有没有发生过？劫机没有碰过了，但是有一次我坐飞机真的很紧张，因为我们常常这样子飞来飞去，作秀。哎，作秀啊，或者出国啊。有一次我坐好像是去新加坡还是去哪里，从来没有碰到那么大的震荡啊，真的没有。不是，他就已经是都快撞到上面了。有，真的，因为我坐得很后面，要绑安全带啊，对啊，就是没有绑安全带，突然在半空中突然这样啪，因为我坐很后面，所以震荡比较大一点，都快撞到后面了，所以我们赶快每个全飞机都不讲话，都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前一阵子正好很多什么飞机失事，他赶快把这个腰带安全带系上，然后他大家就沉默了，因为戴上安全帽。以前都很不听话，就不系安全带，不知道这么可怕，会伤害到自己。
碰到那件事情才知道，哦，原来你可能会往前倾，原来你可能这个脖子会这样被晃动，原来会碰到上下起伏很大，上下非常大，有一次我在台北坐台南，起伏多大，你知道吗？机长在报告完，各位您好，机长 Captain 报告，现在21000英尺啊。突然一个震荡就乱流，哎呦！结果下去之后，听说那个震荡多大，机长还在趁下去的时候买200块槟榔上来。震荡这么大，我天天在荷兰。我还记得一次，我朋友在这个大陆坐飞机，就是，哎，一般上飞机不是空小姐会表演吗？穿什么救生衣？结果那上去怎么从头到尾都没有介绍？哎，不然按捺不住就问了，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做那个逃生险件？干嘛？出了事，也没办法了，干嘛介绍？对，这在大陆常见。你看，不是山，哪有海啊？干嘛要救生衣？我就有很特别的经验。因为那一阵子我常常跑秀嘛，那就很累啊，也是像陈明真这样睡着了，睡着，然后那个睡醒以后呢，因为呢旁边坐小孩子，然后就那个妈妈就抱着小孩子这样，然后呢我那时候睡已经降落了。我反正我就梦见哈那个飞机，我有做梦，然后梦见那个飞机就这样晃啊，然后我也不管它，因为太累了，我还睡到那个嘴巴张开，真的吗？就说苍蝇在那边筑巢，啊，好像那个毛蟹一样嘛，都是泡泡。对，因为太累了，所以睡得嘴巴张开。啊，然后醒过来以后呢，醒过来全飞机的垃圾都丢到你嘴巴里面，不是。竟然有口香糖在我嘴巴，人家吃过的，真的，哎呦，好恶心哦！我就醒过来就这样，哎，是不是你先咬两口？是不是宣传把你丢掉？没有，因为我那时候一个人跑秀一个人。我听说他还蛮厉害的，然后就知道那个人的血型跟星座长什么样。不是 DNA 处理。然后呢，我才知道那个小朋友帮我放进去，他吃一次帮我放在嘴巴。哦，小朋友的时候，那小朋友一直笑，看到我一直笑。我很想扁他，可是他妈妈在旁边，我就不敢。小朋友的恶作剧，恶剧。不过坐飞机真的是，其实严格讲起来还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是啊，你看呢，这地上每天都有这个交通事故，空中呢多少次才有一次。而且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个你要到国外去啊，以前坐船要坐好几个月了。对，现在算是一个大地球村了。对对，所以大家珍惜啊。但我陆任后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都能够呢注重我们的飞航安全。对啊，不要带一些什么违禁品上飞机啊，啊，也不要在飞机上面随时这个把窗户打开啊，是头手伸出窗外，真的是不对。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是的，所以在趁着有生之年好好享受。陈明真就悟出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来参加我的 Kiss 会转弯。他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享受，来参加这个单元。Enjoy。那么进行我的 Kiss 会转弯。我的 Kiss 会转弯，亲爱的，我的 Kiss 会转弯，全长有8公尺，男女双方各站一边，用力往中间拉扯，限时10秒钟，亲吻超过3秒钟，可得奖金30000元。李国雄、周慧文，初吻时间80年7月，初吻地点公园。欣赏你很久了，你是我的，那就我们两个来啊。来，您这个这是您太太吗？对，我太太。结婚多久？2年多。两年多，当初在哪认识？同学，学校就认识，所以初吻也在学校了。公园。是不是那时候是学生？是。对呀，啊。再不下去就吐水了。都已经结婚，怕什么呢？那个岳母啊。回去哦，会查这件事情，因为你骗他了是吧？来，好，那就是公园那个时候情形啊，来，要当树吧，还有人要封这样。哎呦，还要求哎，我连挺挑的嘞，我那个陈明真在后面演树好了，手伸前嘛，来，这样可以吗？大海帮你演树，那我还有风嘛，对不对？要轻久一点。谢谢陈明志。那个鸟说不可以，太短了。来，请就位。来，好，来预备，计时10秒钟，计时开始。红灯，黄灯，绿灯，冲啊！
有抓到就没有。好，我们谢谢这一组，谢谢，下面一位。王长发、邱淑玲，初吻时间19岁，初吻地点电影院。19岁，在哪里？电影院里面。电影院，电影院里面。当时那个电影的内容是什么？忘记了，忘记了，完全没，因为根本没在看电影，他只是找一个比较冷门、没有人的地方，去坐在最后一排。哎，太好了，哎，那就电影那就把这边当做电影院好了，好吧？好。哎呦，还请就位。请计时，红灯，黄灯，绿灯。谢谢小米总。邱光平、陈自颖，初吻时间85年6月，初吻地点大屯山的山顶。初吻是在大屯山。大屯山，什么情况之下带他去大屯山？因为他是台北盆地最高的一个海拔的地方，要跑也跑不掉这样。去到山上，你愿意跟他去跑不掉的地方？不小心被骗到了。我就说嘛，现在就该你骗他了，来。开动啊，开饭啊！女朋友，而且很客气，腼腆，比较热情一点。你想这个动作假修修雷的话，好，来请就位，请就位。好哎，炮弹飞车一次就要出来了啊！绿灯，绿灯，冲！在爱情的时候，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而且呢，既然有爱情，又有面包，那更听得用力。张秀清说：“那哎呀，还得了？没有爱人，万一在这边把初吻献上，初吻，我就惩罚一下张秀清。”开玩笑的啦。张秀清第一位孝顺，哎，不要，不要这样，各位啊，敌死不从啊。那不是惩罚，那是诅咒了，不行。天谴，屈中恒啊，屈中恒，好，来，不行。我你那你还要挑啊？挑一个，人家叫屈中盘呢，中盘山。不要啦，我要那个徐淑媛。拜托啊，这是有问题，我这里啊。那刘好不好？淑媛，好不好？我们两个 OK， 就这样决定走。刘汉强，女生的啦。刘汉强，刘汉强，你觉得够帅吗？哦，可以啊。这个又可以了，哇！你看多现实啊！哦，太现实了。没有没有，我刚刚不是有讲过吗？这个要手长脚长啊。哦，还是小弟来吧。您什么东西？头发太短了，屈中恒好了。好 ，OK。来，屈妞啊。红灯，黄灯，绿灯，绿灯，出发！秀琴真烂，一点体力都没有，他连一半都跑不过。冲到这里就好了，摸到我就好了，好吧？一杯，摸到我就好了，就3万块啊！现在什么条件？真的吗？3万块啊！一样一样，对啊，3万块又给你打哥。没有打哥就好了，我不要钱，打哥哦。好。哎，光哥这样痔疮比较容易好。要3万啊，放哥啊！开始，开始。等一下，你现在知道我是为什么我要这样测试他吗？就是他顾形象不跑，这种人，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啊，终于测试出来，来再来一次啊！有机会，有机会。我们现场同学是欢声雷动。他既然能跑到这里，会不凉？会接触不了吗？所以你看，歌星不能这么爱面，跑不动。所以你的手已经能到这边来了啊，屈妞。好啊，不要再装软脚了哈，来，红灯、黄灯、绿灯，出来！出来！谢谢观众，谢谢观众，张秀清，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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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8秒，快，来放。
起码无人对你安怎，你画好了，是啊。我无人对你安怎，你给我画好了。要求结束，够了。好，谢谢徐中恒。谢谢谢谢周玉洲、蔡淑珍，初吻时间中秋节，初吻地点南方家里。认识你先多久？五年多。结婚多久？满一年。满一年了啊，新婚了。下个礼拜一年。下个礼拜就一年了。五个多月。五个。满一年五个。哎，刚刚好啊。是。你们初吻这个我们就不追究了。初吻。啊？在他家里啊？你怎么会到他家里？多危险！中秋节，谁说中秋节不危险？中秋节是最危险的，只要是月圆之后啊，都是很危险。这七夕跟潮汐有关系，七夕也蛮危险的，你变狼人了。哦，请服用。那天家里面的啊，哎呦，好啊，来，请就位，请就位。虎视眈眈，绿人冲！算命，徐淑妍说他算命说他的未来的新郎啊，24岁，24岁这么年轻啊，他很高兴。哎呦，为了这个24岁啊，他没有雀跃不已啊。他还说是圈内的，不是唱歌或者演戏的。是哪里？圈内有分很多啊，演艺圈的啊，或者玻璃圈的、啊。橡皮圈的、啊，橡皮圈的、啊，游泳圈的啊。唱歌或者演戏的、啊。唱歌演戏的，那我帮你找24岁。24岁，那有还没什么条件？等一下24岁的话，那个刘汉强，刘汉强几岁？几岁？25岁啊，25岁啊，25是虚岁，10岁，24岁，刚刚找到了，刚刚好找到了，10岁26岁一个高，对不对？对，然后也是演艺圈的，徐中恒也24岁，熊天平20几岁，23岁6个月，哎呦，熊天平来请就，熊天平，好，请计时，红灯、黄灯、绿灯，冲啊！技术员抗议，人家嘴要给你亲，你干嘛亲下巴干什么？亲下巴、啊？对啊，他一直等待啊。我没有看到哎，而且那个眼神已经像电影里面的。他突然间嘴到这个算来，如果今天吻到，算不算今天的初吻？今天的初吻。他是今年的，他是今年的，那比你宝贵。来，要不要换一个？10秒钟计时开始，红灯。黄的绿的冲啊！放掉！哎呦，终于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子了！是，熊天平24岁，即将在今年底跟徐淑妍完婚啊！请大家密切注意。届时欢迎我们的亲朋好友一块来为他们祝福，来祝福福正。来，谢谢两位熊天平、徐淑妍。谢谢。来，下一组来宾。王中煌、廖淑华，初吻时间79年9月，初吻地点太太家前路边。初吻在哪里？在我家。在你家？引狼入室啊！是是，大家都听到在男方家，现在很难得在女方家。女方是父母不在。主动啊。在啊。在啊。在家里面啊。你们不在家里面？家里面啊。我不在家里面。外面。家的外面。家的外面。哦，送他回家的时候啊。送我回家。哦，他送你回家吗？对。哦，那当时情形表演一下好吗？是是。
有没有挣扎？哦，因为当时是偷亲的。哦，偷亲的，大部分初吻都偷亲的。嗯嗯，干嘛？恶心。来，请就。来，计时需要，请开始。红灯，黄灯，绿灯。我要用力啊！用力，老婆，用力。突然在镜头上消失了，你也太用力了吧！救命啊！哎呦呦，哎呦，有没有受伤没有了？有没有怎么样？哇，实在太努力了，冲得弹出去，你看。所以除了骑车以外 ，Kiss 也要戴安全帽。Kiss 要注意一下了啊。好，没事没事啊，好，没事没事，好，真是，我们给他鼓励鼓励，谢谢。李真婷、黄川豪，出吻时间84年，音乐出吻地点沙伦。在哪认识的？学校认识。啊，这个是在校园里面。出吻在哪里？沙滩。沙伦沙滩，沙伦沙滩，海水浴场。听说当时还挖了两个洞，两个人躲进去啊。啊，螃蟹啊！来，请服用。请服用。来，现在，我当夕阳好了哈，好享受一下。好，橘红色的海浪还是要有。那他当海怪有没有？我的海龟。哇，来。哦，好啊。来，就红灯。黄灯，出发！1秒钟，2秒钟，3秒钟，4秒钟，5秒钟，不要动，不要动，再拍，哇，这个历史为历史做见证。看到摄影师一直摇头的啊，好可怕，我以为是什么，摄影师直接从我身上踩过去。哎，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啊。是是是，这3万块给他们，希望他们能早日完婚。是，恭喜你们，祝福你们，恭喜恭喜。来，我们刘汉强跟陈明真，好，来来来，请就位。红灯，黄灯，绿灯，冲啊！这一套是名称。汉强，我们不要再用力了，这个人一点诚意都没有。你看你在那边跑，那边摔得鼻青脸肿，这样对得起人吗？我们再来一次，人真的很难做。我们再一次，再一次啊！红灯，黄灯，绿灯，冲！今天我们刘汉强是充分达到运动的效果，是是啊，陈明真是达到开心效果。好，我的 kiss 会转到到此告一段了。红白胜利，运动系列。婆婆妈妈踢踢了。今天的婆婆妈妈踢踢了，我们依然带领观众朋友来到台中的大理市。梅州妈祖之原始精神来台绕境百日活动，目前仍在全省的各地继续进行着。妈祖所到之处，皆受到当地信徒的热烈欢迎。由此可见，台湾人民对妈祖的崇敬精神。今天，红白胜利将再度带您继续在台中大理市，与当地的妈祖信徒们一起进行婆婆妈妈踢踢乐。不错啊，进来到这里是大理乡，哎，台中大理乡，哎，大理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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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格了，升格了，马上就我们这个由我们民众来踢踢的啦，第一位，红白胜利有个性，啊，这个太热情，我的天，我的天啊，你跳的恰恰，哎呀，他有唱歌。他有唱歌，我唱吗？阿弟嘛，我一唱就。爱情的恰恰，还当范围给。嘿。和谐是。不是你。耶！欢迎单
秀文学奖。要有在梅州马祖面前，我踢，我们踢档了，踢档，踢档。来，一个先。在老。老老，哎呦，踢了，踢了，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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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来，请老助来，要加。请老助来。啊，你贵姓？两个。两个小孩，恰恰好啊。哦，先生在做什么？在做生意，做生意啊，做代理商啦，是是代理的人，是代理商啊，代理商啊，哎，丢了门口啊，好，预备，来来来，来，二姨，两万三。弹得很好，踢得很烂，很烂，好，来再一次，来一次，惊心美烂啊，预备。两块都没有了，大明威，多岁嘛？算七万块。啊！啊！发财！谢谢啊！哦，我发财！哦。沙发沙发，恭喜沙发哥，谢谢，谢谢，谢谢，多谢沙发哥哈。啊，下面一位，红白三绿有够钱，这个不会进了哦。好，我先问一下，你不喜欢亲男生吧？不喜欢。哦，还好还好还好。我来一杯。哦，加点加点来。好准，很准啊，很准啊，在中间一点啊。这油香啊，啊，嗯，先多少香油钱了？这样好了，我讲一下2000块，好，好，好，来，谢谢，掌声鼓励鼓励，耶！好，我们这个提到20000块，至于呢，我们看看先生贵姓？我姓杨。杨，您是个这个应该怎么说这个？叫烧玻璃。烧玻璃，我以为不是骂人吗？烧玻璃了。耶，您烧玻璃烧多久了？做了十年。十年了，很有兴趣啊。这个是要烧篮子，对不对？这些各位看到的桌上的成品都是他烧出来的，哇！就刚刚烧的高跟鞋，各位看一下，哦，现在还烫吗？还很烫，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敢了。哇，五高鞋，行哦，碎哦，多漂亮！好，谢谢，我们鼓励鼓励一下杨先生。高跟鞋，啊，烧的不错啊！哇，你看看，又看到民俗文艺，又可以来这边拜拜，又拿到20000块奖金。好，下面一位，哎，红白胜利有够犀利。哎哎，对，妈妈年轻，哎，几个小孩。他算他自己一个两算了，这个就两，这是老大还是这个小的？小的，来，我妈妈加油啊，啊，全家喝，妈妈加油啊，爸爸怎么没来？爸爸呢？爸爸在保卫国民，哦，国军人，对不对？哎呦，值得尊敬啊，是是是，警察，好，警察，啊，也值得社会的保姆，哎，也值得尊敬啊，是的，是的，啊，要不要向老公讲一下？辛苦了，出去执勤要怎么样？老公，你辛苦了，我爱你。哎，出去执勤一定要啊，要小心，对不对？这个话会讲。到外面去的话，自己要保护自己。哎，家里有好有老少，妻小在等。对，啊，一杯。好好，1块钱。一元锤锤，一元锤锤。1块钱可以打电话给老公。啊，1块钱。一块钱可以打电话给老公，说你都中了20000块。好，来一杯，来一杯。他管嘞，他给他管嘞，注意他跳嘞。好，谢谢您，谢谢您，你辛苦。下面嘞，我们有个激励。啊，你是做什么头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啊，按你做啥？光光号这样。啊，光光号辛苦嘞，你也辛苦啊，一天才过来帮啊。对啊，我快点去帮，那个也让他看。
显得看了看嫩。你洗先倒啊。哦，哎，你倒。哎呦，我想问你前面老三有看了太嫩啦。我得了是。啊，你不要刮地头啊，你看嘞。啊，我替你太老，我脚足嫩的呢。我不是刚嫩的。你先再看麦啊，哈，看完就对了嘛。我来教你。脚能大呢。哎，别别别，这大空。我是大空妹嫩。嫩哥哥哎！他叫你，我一人给替你替他一摆好不好？你别太啦，好。好，谢谢。我说，你要是不知道我姓什么，嘿，你可以冲着我呢做个半截一，一鞠躬，先生，请问您贵姓？啊，我姓董。广告之后，我的成长你泯然。我们几人去替你替他一摆，好不好？你别太啦，哈。好，谢谢。来。小董，上。怎么那么烂呢？一个比一个烂，来。什么丢一百了？好，谢谢。下面一位。耶，红白胜利，你发红我发绿。这个好，红白胜利，你发红我发绿，怎么发白呢？因为我这前面的绿呀，前面的绿在那里呀。发红我发绿。所以踢球要有力，喜欢练这个。今天会不会腿软？手软。手软啊，不用手，还好。今天腿肌腿要轻嫩的，心不要软了，心不要心不要软，心不要软，你不要替我们省钱啊！一旦腿我完，咋办？今天你腿好，来，预备，不要拿人手软啊！来来来。我的挺强哦。哎，我太客观了哈，预备。太假了，太假了啊！哎呦，丢头壳。那下面一位，哎，你好，哇，弟弟这个好啊，糖葫芦啊，糖葫芦啊，小时候我们常常吃的啊，对对对，你几个小孩啊？两个，两个，两个小孩，好，可能他语言不是很方便啊，是不是？哎呀，不是，我说妈妈啦，都不讲话，一直这样。好，拍谁？那小唐拍谁？哎，那么拍谁？就电视哦，向你阿公喂起嘞。你阿公，奶奶，奶奶，你阿公看电视呢？无啦。无啊，无啊。啊，除了无电视，怎么看？你不要讲话，弟弟。弟弟要不要讲话？不要啊，不要哈。好来，家里人都很内敛。好来来，来来，妈妈也害羞，儿子也害羞，一杯。哎呦，有机会。你踢得，你踢得很好啊。哎，你踢得很好，再高一点，再高一点，20000块来来，就这个方向来一杯。六六玻璃师傅来了，你现在发现烧玻璃没这好赚了吗？的确啊，这有2万块可以。他刚刚烧个高跟鞋，人家都踢20000，他要烧几千双的高跟鞋，终于忍不住了。哎，受不了了，跳了。贵姓啊？哎，我姓杨。啊，杨先生，当场受打来踢球较紧来了哈。来一杯。好，谢谢玻璃师傅。谢谢，辛苦了。好，下面一位口足画家。画家。你好，你好，您贵姓？姓陈。陈画家，你画画多久的时间呢？学油画学12年了。他现在正在作画当中，各位看到这幅画，这个油画就是你看要多精细，比我们人的手啊还要精细，不能颤抖。如果我错画一格或者怎么错画一个颜料的话，整幅画都作废了。而且呢，他这个美学的基础要很好的人才能画油画。对对对。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呢，其实也给一些我们的残障青年朋友啊，是这个要这个残而不废，是其实呢随时都有一线希望啊，哎，处处有春天，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的口述画家正在作画，我们不要打扰他。是，待会我们再来访问他。好，画画画的差不多的时候，也把作品完成的作品给他看一下。我们把今天可以完成吗？待会可以啊，我们待会完成来。好，来，下面一位。啊，这画给你们。啊，他们上回魂呐。对，在这边。哦，这啊，谢谢谢谢谢，这什么？鬼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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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呀！好，梅子，木呀，木呀，木呀，这是腌的吗？哦，腌的，这个是吃后宫最好的良药。哦哦哦，哎，要签名，等下给你签一下，好不好？啊，你先贵姓？我叫林。姓林嘛，林太太的贵囝。两个。两个啊，两个囝，安尼你要向你阿公话不？讲讲过了十年，讲无话啊，无话通讲啊啦。安尼哦，好好读一下哈，来，预备。来来来，我袂晓读，你替我读。你教一下。来，你给。开。过来，过来。哇！过去来，过去来。哇！花生冰淇淋那一打又输了。这我们一踢啊，热狗摊也收了。豆花摊也收了，烟枪打修啊，花生冰淇淋那摊也买单了。椰子汁上面怎么会有气球呢？来，给我几百，小妹来，来，给我几百，几百，来，给我几百，给我几百，还一只鞋子。啊，我替你摊了。啊，那摊几百块，几块嘞？我记得，你敢不敢？来。都歪掉了。我们宣告。那摊猪血糕的也倒了，也下课了啊！谢谢你，谢谢你，拍手拍手拍手，谢谢。弄歪起来，哎，下面一位，自己带球来啊！这个，不是，这个在漫画里面有这种角色的袋子啦。哎，对，先把袋子小孩。原来是澳洲袋鼠来，你不觉得这个画面真是很感人吗？非常温馨啊！现在这个社会看到这种画面，应该值得鼓励的。是是，你妈妈带小孩多温馨，还自己来带，你看是不是第一胎是？第二个，第二个都自己带的吗？对啊，好辛苦哦，半夜起来喂奶哈。第一胎已经四岁了，隔那么久，很年轻就生小孩了。22岁，可是有人说小孩子这个时就是属于你自己，完完全全属于妈妈的。等到他会念书，在外面求工作的时候，成年之后结婚都不属于了。哎，那享受就今晚享受亲情呐，真的，我讲真的啊，这是伦理是最棒的。哎，对对对，啊，天伦之乐，来，妈妈你要这样踢吗？不要摔跤呢，你这样好危险呢。小董来代踢一下，要不要我们代踢？我们代踢，好吧？你先自己玩，你稍微踢一下，有玩到嘛？好，来呗。小心，慢慢走，慢慢走，我们注意一下。还是踢不动，来，我们来帮你踢，来，小董。有能不能给我买奶粉钱啊？小董今天脚气不错，脚气不错，我还疝气。没卖了，两千块最起码还得买几罐奶粉了啊！好，谢谢。哎，我们的口述画家作画已经快完成了。现在添的是枫叶了啊。谁知盘中画，哎，比比皆辛苦啊。除了这个画之外，我们看到龙须堂也在这边。龙须堂，龙须堂严师傅是吧？你好，你好。哇，啊，这拍堂师傅要挤到旁边去了，师傅。你好，那一个作画有可以看到艺术，也看龙须堂也是一种艺术。对，是是是。来，为我们先表演一个什么东西啊？龙须堂。龙须堂，对对，龙须堂要拉什么？拉什么呢？拉什么呢？做你要做什么戏？越拉越细。哦，哎，那这个跟拉面有什么不一样？拉面叫甩面。甩面，它是越来。这个手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对。这个手力要很大哈。好，现在拉一个甜甜圈出来了，各位看一下啊。拉一个汽车的皮带。今天来到这边，你看又可以看到烧玻璃，哎，又可以看到呼啦圈，又可以看到口足画家，啊，就是一举数得啊！你看看，哎，哎，你拉了差不多，开始拉了，已经越拉越细了，各位看到，这个最多可以拉到几条？几千条？3万多。3万2千条。哇，这个可以穿针了，这个细的程度。哇。多漂亮哎！你学这多久？7年，所以真的要一技在身啊！人家说啊，这个真的，一技在身胜过罐罐家财啊！龙须堂，各位，里面包了花生粉，这就拉出来，够活生生看他拉出来了啊！啊，不是，他手拉出来，不是他拉出来，我还吃他拉了干什么？神经病啊！你一讲害我都不敢吃啊！老板拉一个给我吃啊！我给你吃。哎，来，我们踢一下吧。啊，来，师傅，口述画家，你慢慢画没关系啊。待会儿我们再来访问。
家师傅手劲很好，不知道脚劲怎么样？哎，手劲好的脚劲大概都没什么力啊，拉力十足啊！预备，严师傅啊！有机会，机会有，中间就中了。哎，来来来，预备。越踢越踢，我巴上越踢越软，再最后一次了。最后什么击败啊？他赢阿弟的。我巴上丢人命。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啊，谢谢龙系长。口述画家，各位看一下，他的作品已经出来了。哇，作品会主题，大家跳井。来来来，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有机会哦，力量太棒了，来一倍，永远能满扣，来。脚劲很好。再一次，哇！我一定要让他中奖金才行。哇，看得心痒痒了是吧？预备。500块，要不要再来一次？再一次，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了，挑战一下。来，跑下个，去去来。哎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小妹击败了，好啊！我们要吓唬你啊！推出来！好，算了，谢谢你，500块，谢谢，好，谢谢，好，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地方，20000块送出去了，有看到很多文艺的作品呢，对，也来看到马祖的庐山真面目，也来虔诚的膜拜，对，祝福的我们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也祝红白胜利，收视率长虹，稍微休息一下，欣赏我们精彩的红白胜利，有个心。广告之后，中日两大高人会。魔鬼金六人 VS 八场，今晚世纪大对决。摔跤在众多格斗技中可称得上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成立于1953年的日本职业摔跤是仅次于相扑的国民性运动，目前在国内也有广大的摔跤迷。在擂台上摔人不眨眼的摔跤明星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如何呢？让我们赶紧来看看今晚红白胜利的日本摔跤四大天王会。这样子盛装前来呢，又打扮成日本人呢，因为我们今天在守候在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就是为了等候这位日本的摔角天王巨星娃娃萨玛马场先生到来啊，非常难得，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形容他的夫人马场太太呢一起会出现在我们台湾，所以我们特别呢以这个盛装前来，以隆重的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接待代表们，我们要迎接这位摔角的一颗闪亮巨星，那就是马场先生。看看时间，这已经5:30多了，应该马上要进入我们的海关，让我们稍微再等候一下子。嗨，阿里嘎多，多么！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边呢迎接呢日本摔角界的天王巨星，也就是马场先生，爸爸上马，嗨嗨，来，我们请这位爱动作天普拉上，嗨。私こそは台湾No.1 Superman。加超品。哎，那因为这次我们知道这个马场先生在台湾选秀的，你问他看看，像这么高的人能不能够，有机会能够当上摔跤明星？その人もね、運動神経見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ね。马场先生考验一下，好，那我们先做几个动作，看看灵活度够不够。先来个交互蹲跳，来交互蹲跳，预备，一、二、三、四。半分したら大丈夫ね。上の人ダメね。现在最后一招最厉害了。啊，最后一招。好，要不然就。来，我们来跟这个摔跤巨星的马场握个手，因为马场先生说他不错。啊，等，慢慢拿。哎，嘿。哎呦，他不行。
京都もします。おります。记住，马索，马索，马索，哎，哎，马索，美味しいです。哎，待待待待，好，我们就回到摄影棚坐。做主持人最愉快的，就是有美女啊坐在旁边可以访问，又可以摸摸小手，那这个主持人当起来多愉快，心情非常快乐。您贵姓啊？来，我姓王。你好，脸红了啊！今天我们要问什么？有空吗？你住哪里？要不要我送你回家？今天主角好像不是我啊！今天主角是谁啊？哦，啊，空班吗？这位是非常有名的马场先生，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啊！马场要征集亚洲重量级双打大赛独门绝技铁砂掌霸王脚。哎，那叫哑巴呀！这个身为我们中国人呐、啊，我们记得我们当初在以前的时候，哨棒在转播，大家会熬夜。还有一种摔跤，那时候珠穆马场两个人呐、啊、是天下无敌呀、啊，哇，打遍天下无敌手，是我们是最喜欢看他们摔跤。这个今天呢，我们知道马场先生从日本到台湾来，是来这边旅游观光的，哈、啊。还有没有别的目的的？我们会有一个选新秀的活动。哦，他是来这边选秀吗？对，在台湾选摔跤新秀吗？对，那就对了。台湾人才济济啊，不是吹牛的，无论是摔跤、相扑，什么运动选手，我们这边都有啊。你这个你有点耻笑我们了啊！我们人才很多的，不想不嫌弃，我们安排几个新秀让他选一选，不知意下如何？嗨嗨哈，他在微笑的，有点在，好像在讥笑是不是？马上来介绍第一位我们国人摔跤第一名的，叫做六角鬼面人。是我们第一位选秀的，叫做这个六角鬼面人。男的女的？那是男的女的？他说他很好。男的女的 ？I love you。那大爷，给你卡回来。但不想他你日本带徒弟来啊？他们现在最红的，很红的天王，第一天王三泽光琴。哈，天王来了，三泽光琴，大家认不认识？来，欢迎三泽光琴。三泽光琴多厉害呢，你要看一看，这是你的对手啊，侯大鬼。你等你等你，人家派你先看看人家影片在日本是怎么摔人家的，来请看。三泽光琴主要战绩三冠王重量级大赛独门绝技肘击空中杀法。我输了，我好尴尬，我能再去人家耶，我下死以后哎呀，阿谁阿谁咱们拍一招呼一下，哎谁啊，三泽光琴，他现在是日本的新秀的一个天王啊，这不能惹他、啊。我知道他的脸太大了。你要讲脸大好摔啊！好，我给你看，你拿掉。没关系，我们国人的新秀太多，这是叫做六角鬼面人。接下来要介绍是魔鬼筋肉人啊，耶！Oh!
介绍摔跤，那去介绍打击出来。你过来过来，去别丢死！小乔健太，我的对手是吧？哎，叫他出来受死！哎，小乔健太！东方啊，这东方点啊，我 handsome boy 哦 ，handsome boy， 你的对手就是他啊，叫做太监乔小。啊，哎，小一点，小乔健太，来，我们看他的有没有了不起，来，请看。小乔健太主要战机世界双打大赛独门绝技金臂钩水面劈击。丢死人了啊！没关系，那麻烦，就马场先生，我们要介绍第三位，他真的有实力的。哎，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大力士金刚无敌红白勤面人。训练他，训练他了，有机会了。哦，你刚才讲了，他是唯一机会就不能打他的头。来，马上要介绍他们的徒弟出来。井上雅央，井上雅央来欢迎他。这位可是卖卤肉饭的好手长啊！你等下方听到你的才死啊！卤肉有的是过那个是吧？井上雅央主要战机创造中，独门绝技举腰侧摔压制。选手，四个人加起来叫四大天王啊！这个四位来到我们现场，哎，我们我的选秀，当然了，我们人才很多，但是他们三位都是电视主持人，刚刚跟他们开开玩笑，希望不要介意。我摔跤选手，我们要想请问他就几个问题，就是说日本相扑，我们知道一上场呢都会抬腿啊、撒盐巴、啊，摔跤选手有没有什么忌讳的，或者上面有什么起伏啊？都没有，百无禁忌就对了。哇！收入，我看你一定很多了。収入は結構あるんでしょうか。お金持ちですよ。お金持ち。他说他们都非常有钱。哦。拍摄我有一张票给他累积了。有欠客气不？哎哎，摔跤选手对。好，祝他们旅途愉快，一路顺风，希望选秀成功。谢谢。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はい、ありがとう。谢谢，谢谢。我说，你要是不知道我姓什么，嘿，你可以冲着我呢做个半截揖，一鞠躬，先生，请问您贵姓？啊，我姓董。
广告之后，我的成长你泯然。来的都是我的成长。今天在我的成长特别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是我们经过半年的安排，而且收集他的资料也花上好几个月，琳琅满目啊。同时他在演艺圈呢，在7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说是叱咤风云，独领风骚，可以说是这个领导了很多的艺人啊出头天呐、尤其呢，他在我们的演艺圈呢、地位呢非常崇高，是他的才艺呢也在演艺圈呢不断的绽放光芒，是，所以我们在演艺圈呢，大部分人都把他尊称为是我们主持界、综艺界的祖师爷，一起来欢迎我们大家的祖师爷倪敏然先生。后见祖师爷。哎呀，我刚刚，你刚刚我以为是讲什么历史上的人物。不过也差不多了。经过这50年来岁月的洗练呢，这个脸上散发出智慧慈祥的光芒啊！谢谢你，你每一句话都是出口成章。哪里，让我是心来无告挑嘛！你看，假装，这是我跟倪爷啊都有学习的。谢谢你，你说我这边是应该坐着讲的话，坐着，听说有地方坐的。我倪爷呢，是我们所有做过我的成长的故事当中唯一不是本土的本土艺人。哎呦，这个话就蛮玄的，怎么叫做不是本土的本土艺人呢、你看，像我们做过于天啊、高凌风等等，他们都是在本土出啊，出生在台湾。是，但是倪爷呢是在大陆出生。3岁就开始逃难啊。那你们告诉大家，您是在哪里出生呢？我是在杭州出生的。哎呦。西子姑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就在杭州西湖边生的。真是鱼米之乡啊！小时候环境不是很好、那当然，我们这个军人子弟都是很差啊，有一顿没一顿的。但是听说母亲每一顿都是有的，军人的每一顿他都给你吃嘛。是，可是听说令堂还中了爱国奖券。对，我妈妈，在台湾中，对，1万块钱，1万块比现在1000万都多啊！真的，50年前的1万块不得了。对呀、那是1万块怎么花用呢？因为1万块，我妈很逗，我妈没有拿去理财，她买了一件旗袍就花了300多，然后梳个头200，然后就去打麻将了。没有麻将倒是没有打，然后盖个房，把家里，因为我们住的现在正好刚刚才拆嘛，14号公园，14、15号公园，14号公园，就是那边，然后就，我们就用花了，我听的时候，我爸妈讲说花了5000块把那个墓碑。他们都是住在墓碑上嘛，对，住在墓碑上，然后把墓碑，上面把它垫一个木板，这样就比较住了，不会晚上抱这边抱枕头，那边抱墓碑这样。哎呦，你看各位听到没有？他们以前居住的环境是跟墓碑睡在一起，这个根本很难想象吧，对不对？可是当时环境真是如此，全国环境都不好嘛。对，倪大哥好像那时候的反应就非常好了，而且到处动脑筋。思考能力也很强啊、可是他的功课始终都是不好，很奇怪啊、不爱念书，爱吗？爱听老师讲课。那考试怎么？你不是都不在学校里面，都翘课去了吗？不是啊，我上课爱听老师讲课啊、可是等到一个学期完毕以后，别的同学爱听的功课就很好了。我是把老师的口音都学会了。他不学上课的精神，继续学他上课的动作。因为以前不是像现在不是过夷就是台夷，最多要不然就是客家话。对，那个时候是35行省都有嘛，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话。所以您地方语言很强，就是那时候学。南腔北调在倪哥口里那是无一不能啊。那待会儿我们来请倪哥好好表演一下，我先看他的这个成长片，童年的成长片的时候来请看。倪敏然小时候就不喜欢念书，可是在表演方面的天分却是从小就展露无遗啊。倪敏然啊，我又在听隔壁收音机的相声啊。你这个年纪小很奇怪，一般人都出去玩了，要不是看电视啊，怎么会偷听别人的收音机呢？这是啊，我就喜欢听相声嘛。今天晚上这个收音机相声节目好精彩啊！哇，真的好棒！那魏龙和吴兆南，我好崇拜他们了。你这小孩子真奇怪，小小年纪就这么喜欢相声。不是爸，
这样好不好？既然我那么喜欢听相声，可是家里面也没收音机，都得听别人的。哎，你买台收音机送给我好不好？哎，爸爸为什么买不起收音机？你也知道，爸爸是革命军人，一个月领的薪水才几百块，养家活口都很难啊，还买收音机？你不是为难我吗？对吧？收音机我是送不起，我可以送别的。哦，难道你要买电视机给我啊？来，那更大呀，我送你纸飞机。这纸飞机很好啊，又不花钱，又安全，你看，好好玩呢、啊。来，去检查。哦，爸，你那纸飞机跟收音机实在差太多了。嘿，我是打工板，我想念电。别人家里有收音机，怎么家里只有纸飞机？这事要是传出去，怎么你家面子摆哪里？我来摆哪里？嘿，好。相声这么会说啊？啊，爸，我跟你说，我真的很有天分的、啊。可是就是因为咱们家没有收音机，所以啊，你应该让我有个收音机，这样我会学得更多，我就会更会说相声了。其实啊，我应该好好栽培你。既然你对这方面有兴趣，好，吉林看你的表现不错，爸爸一定想办法帮你搞部收音机，好不好？哎呀，真的，啊、谢谢爸爸。哎呦，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啊？您应该想个办法，看怎么样让我们家敏然的成绩更好啊！也不问问这个月月考考几分呢？啊！妈那么生气，我倒忘了。你问你这次月考几分呢？35。35分不错了，上次才考8分，进步太多了，值得嘉许啊！哎呦，你要搞清楚啊！35分不是35分，是国文3分，数学5分，这么考那么差？书念到哪里去了？爸，是这样的。您听我说，这打出白活想连天，相声表演我最爱，这读书用多加心菜，所以考察不应该。爸爸何必站你太晚了下，你太晚了。还说我们站你太晚？哎，看自己过念书，爸成绩这么差，爸你说我们不坏，爸今天要派给你看我打。爸，干嘛就打人了？爸，你要救救我，救命啊！您放心，您是我的乖儿子，爸爸一定支持你。谢谢爸爸。哎，好。你慢慢打，我先出去了。快快快！不是说你支持我的吗？我是精神上支持你，你也打在你身上，痛在我心啊！哦，老婆，你慢慢打。好，拜拜。好，你又回来，你又回来啊！自己不念书啊，成天只听别人家的收音机，你干什么呢？你不要那么凶嘛！啊，其实也不是说我这个不用功念书呢，不用心。其实啊，其实什么？我给您伺候一段。嘿。这打竹板，我想连天。虽然能念书，不用心，可是妹妹也是不专心的，不专心。好，不念书也就算了，连说妹妹不专心啥？妹妹也不专心的。好，你给我咱们站好啊！哎，妹妹出来了。好看的星河里，哪一颗是最闪亮的星？哎呀呀，原来是知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倪培培小姐。没错，我呢就是倪敏然的妹妹倪培培。妈妈，你不要再问哥哥了，不要拿他跟我比较，那你都知道了，哥哥他一定比不上我了。你不要再打哥哥了，你打哥哥的话你身体也会坏。那妈妈，我陪你去上市场买菜了。好，就听您这一次啊。你好好的用功念书了，你叫妈不要打我，你叫妈去买菜吧，对不对？你妈妈就去买菜，买了2个玻璃菜，玻璃菜的高丽菜，晚上回来就好了，还那个肯定最快了。妈妈，我去帮你拿来了，你们上市场啊。要不是你妹妹求情，您今天可是皮开肉绽啊。说这个买菜，我皮包里面那200块谁拿走了？啊，不是，我没有，妈，是你，我没有，你给我拿着，我没有偷你的钱，我的棍子，爸，你这个死混蛋啊，你小时候就偷拿人家的钱，小时候当小偷，你以后都当强盗啊！你叫他跪的，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我没有偷妈妈的钱，我真是痛心啊！啊，你爸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见房租租，他是最标准的军人，你今天只生出你这样的一个小孩，你这个不重用。街坊人听了会说什么话？我没有偷钱，我真的没有拿妈妈的钱。哥哥，你怎么可以做小偷呢？我是倪培培耶，妈妈。真的，街坊传出去，万一别人都说我们家出了一个小偷，你爸爸面子往哪里挂啊？你是丢进你爸爸这里。妈妈，我们去买菜。去买菜，不要生气了，妈妈。家里怎么那么暗，这灯也不开，省钱也不能省人家啊。
敏然啊，你怎么还跪着？哎呀，你妈妈真是死的，功课不好也不用跪那么久嘛，是不是啊？啊，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你妈妈希望你功课好，以后下次要考好一点啊。你功课不好也没有需要打成这样跪成这样子，是不是？来，不要难过，爸爸帮你搞了一部收音机回来。哇，好棒哦！哎，咱们家真的有收音机嘞。对对对，以后可以听相声了啊，这样就开心了吧？谢谢妈妈，还是爸爸你最疼我。哎，不对呀，可是爸爸你说你没有钱，你怎么会有钱买收音机呢？这只有你我知道哦，我从你妈那边搞200块过来。妈，你知道我刚才被妈妈误会是小偷，而且我还被她打。妈妈说我是贼，原来钱是你偷的，我怕你被黑锅。你不是功课不好才跪的？不是啦，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快，你妈妈就发现了。对呀、啊。那我还不是花在你身上？哦，啊，你就帮我背黑锅了，好，谢谢爸爸，你真是一个最令人尊敬的贼。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听相声了。是是是，太开心了。爸，今天我还是要伺候你，对吧？这个秘密只有你保持，我保持。好，嘿，哎，这个大竹板响连天，真相终于大白了，钱是爸爸偷去了，不管妈妈了不了，有了这个总是好玩的，总是好。哎，你真好。我还不是为了你，是不是？哟，老公您回来了啊！你怎么没当小偷？你这个当小偷，你也敢站起来啊？你这是受教，小叔，真当小偷长大当强盗啊！你爸爸是这样子。哎呀，原来倪敏然从小就有表演的天分，难怪日后能成为综艺界的一代宗师啊！这个表演是比较夸张，但故事中这个200块的事情是真的了，对吧？是爸爸为了买收音机给你们。那这个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而且听说啊，爸爸是为了要买收音机给尼哥啊，特别要去标会啊。对对对，不是偷我妈钱的，去标会。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的相声段子是？相声我那时候差不多5、6岁哈，他说每听一次就会背。哎呦，听一次就会背啊？嗯，差不多。那我们来一段、啊。我自己想想看，大概有相声，大概有个。将近100个相声大概有、哦、现在倒不记得很多了啦，这个东西久了。为我们来一段，不过讲起来比较标准的、哦、标准的，它是最典型的。各位看看，你就陪我一下啊。那我就给您伺候一下、我们就坐着就行。坐着说提起啊，这个说相声呢，不外乎的是说学逗唱这么四俩字。是，您说的一点都不错。我说赵先生啊，这没人姓赵啊。哦，钱家，我也不姓钱呢、啊。哎，孙，你才孙呢，怎么指着人骂人呢？那您是，李家。嗨，你是合着赵钱孙李，你是顺着个儿往下蒙啊？嘿呀，蒙先生啊，有这个姓吗？啊，你要是不知道我姓什么，你也可以先问问呢、啊。哦，这会儿错不了，问先生。我说。你要是不知道我姓什么，嘿、hey, ，你可以冲着我呢做个半截衣、一鞠躬，先生，请问您贵姓？啊，我姓董。我问你干嘛呀？该你问我。我问你。哎，啊，你爱问不问吧呢？啊，那我得问问啊。请问先生您贵姓啊？贵姓？我还王八姓呢。啊，王八先生有这个姓吗？啊。跪姓啊，合着您是跪着姓啊？对对，哎，合着你是趴着姓。那我是怎么说话的？看来就是这样，对不对？哎，这个，今天因为要这个一讲啊，都讲不完了。是啊是啊是啊。除了这些之外呢，这个我们刚刚尼哥讲他在空军幼校，这个是好像17岁的时候担任鼓号乐队的教练，这个厉害了。17岁就当教练了？你怎么会这个？在学校学吗？还是又是看人家学？我想大概这个也是天分吧。有。太天分，所以说在学校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留级嘛，留级是老学生嘛，又多一年了。然后我们这个辅导官就说，既然你是老的留下来，你会鼓号乐队的，你就带着鼓号乐队。我们有照片，看看他在鼓号乐队的英姿啊，英姿啊，来，我们请看，谢谢谢谢。哎呦，尼哥帅，一点都不像哎。哎呦，我当时所教的队形。因为以前美国人来教的，他是慢慢狗、板板狗啊，那看着就 tempo 就慢嘛。结果我把它变成就是四个人四个人可以这样交叉，交叉了，分别的变成这样。
差不多到现在三十几年，再看看，因为空军幼校那是最好的嘛。然后我当就是被空军幼校退学了以后嘛，教练被退学了，学生被退学了以后，我就去到后来去当兵嘛。当兵那个陆军校官校校长知道我这个，又叫你去编了，又叫我去编陆军，所以空军陆军都是我教的。那今天我们表演一下鼓号也。教练的问题啊，我好重啊，这个鼓啊！我刚刚看了几个花招，这边对打，后面对打，就知道呢。如果今天鼓好的话，因为这个鼓它不是那种鼓乐队的鼓，鼓乐队鼓是纯纯绑起来绑住的，它这个只是靠住而已。哎，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光看这一段呢，行家一伸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哎。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少年片是如何的，我们也拍了一段少年求学的情形，在空军幼校的时候。好，来请看。倪敏然在就读空军幼校的时候成绩仍然很差，可是因为他带领的鼓号乐队常与学校立功，因此在学校中就显得有点目中无人呢。啊，各位同学，你们进入空军幼校是我们空军的摇篮，所以空军呢素质各方面都要好，无论是数科、学科、人格培养各方面都要讲究最完美的，因为将来在你们身上所开的飞机都是价值几千万，所以各方面各位都要认真。你们吃，叫饭吃饭了，吃饭，吃完睡完吃，猪啊你！啊，你爸爸是个优秀的军人，是我的好长官。他把你托付给我们空军幼校，我没有督导好，我怎么对得起你爸爸？一天到晚只会打瞌睡。虽然你鼓号乐队很强，为学校争取了不少荣誉，可是你不能恃宠而骄，知道没有？什么态度？站好！吴教官，统统要起立！站好！好，扫兴就要注意礼貌，小心！校长好，请坐下。校长，吴教官，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大声嚷嚷？倪敏然上课又在打瞌睡了，我来教训他。哎呀，这倪敏然，校长，哎呀，你知道吧？你爸爸呢是我的好部属，他把你托管到我们幼校来，就是要好好的教育你、培育你。您这样子让教官呢每天在担心也不是不对的啊。是啊，校长知道。您平常呢带领我们鼓号乐队为学校争取不少的荣誉，平常呢练习到很晚也很辛苦，但是呢白天上课睡觉啊总是不太好的。这么说啊，那以后您上课打瞌睡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让教官发现啊。校长，这是什么教学生？这么说不好是不是？那这么说吧，你以后呢上课打瞌睡的时候呢，教官就尽量少发现你。错了吗？哎，好了，总而言之呢，要好好的上课啊，这样子我们好好对您爸爸有个交代。是。那胡教官哟，那今天上什么课呢？报告校长，今天月考。月考啊？月考？怎么没有人通知我啊？这怎么考了？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讲，校长，这个考试就这样，它是要准备的嘛。那这次我也没怎么准备。你是什么态度？你等等。啊！你搞清楚，搞不清楚，装过来的啊！这样子，再怎么样，你当个学生要学生的样子，上课呢好好念书，待会就好好考试，懂吗？好了，没事了，好好上课，胡教官。校长再见。好，大家上课认真啊！你别以为校长宠你，你就可以用这种态度，我是一视同仁，都一样的。准备月考，来，考试卷发下去了啊！大家时间是一个钟头，千万不能作弊。
小心先把年纪名字要填好啊。考试我怎么不知道？是，我早就有准备，有备无患嘛。好，待会考试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办公室举手，有不懂的请问教官啊。时间一个钟头，不要作弊，不要交头接耳啊。预备，开始。教官，啊，教官，教官，什么事？昨天啊，有一张桌子坏掉了，被白蚁蛀光了。啊，今天我要拿去修理，啊，不晓得是哪一张，哎。你真的好巧不巧，今天月考，哎。好，停，先不要有动作，现在时间暂停，来，先检查一下，哪一张桌子坏的，拿去修。哎，就是这一张，啊，就是这一张，啊，就是这一张。北北啊，这个桌子啊还可以用。不行，要换要换。今日事要今日毕，怎么拖拖拉拉了？那桌子需要不能换了。北北，当然，李敏然这一科的成绩得到了零分。到了下一堂的考试，这是第二堂的考试啦。那各位一定要把题目看清楚，仔细作答。胆大心细啊！我们上一个考不好，最主要因为作弊方法不得当，所以这个好好表现一下。待会儿等教官不在，书拿出来抄。可他这么晃来晃去的，实在是……李敏然啊，弟弟，没有，好好作答。其实我在这边监考啊，对各位算是一种侮辱。军人讲究荣誉的，要洁身自爱，自动自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教官现在出去办点事，各位不要交头接耳，要自爱，听到没有？是。哇，太棒了，机会来了！啊，时间到了，下课了。哦，怎么做这种事情呢？教官这一走就下课了。哦，真是的。哎呦！啊，考那么快啊？没有啊，下课铃声响啊。那是卖冰棒的。哦，你这堂考得不错，有进步哦，20分钟考完，那还有40分钟，赶紧去作答啊。那时间还没到，我拿不起啊。虽然李敏然为学校争取了很多的荣誉，可是因为考试成绩实在太差了，终于遭到了退学的命运。夸张，哎，啊，考试作弊是真的啊！哎呀，作弊是真的，哎，但他作弊，尼哥有作弊尼哥的一套方法。其实他没有那么逊啊，就是说每次做这个没有得逞被抓到，对不对？嗯，偶尔一两次会得逞，就是。作弊，因为大家都知道李敏然要作弊，全班都知道。知道，因为我们学校很封闭，大家都熟嘛。嗯。可作弊那就看门了。我有一次在这个教室，跟那个教室跟同学讲好，跟我打电报。怎么打电报？那个年代，民国那时候也没有这大哥大嘛，50多年，那个时候这些科学东西都没有啊，怎么打呢？拿根铁钉，把那个气泡线也买，什么叫气泡线是吧？铜线哦，把它绕起来，你一充电以后啊，你一接上电以后，那个气泡线就会有磁力嘛，拿个铁皮这样装起来，然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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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打了嘛，选择题就没有问题嘛。然后把气泡线就在外面走廊，然后把它晚上就架设好啊，把线架设好。他不利用晚上的时间念书，他去观察地形，然后架设对这个作弊的气泡线。架设好以后，第二天考试了，就准备考了。一考试的时候，然后我们执行官从外面考，哎，这边怎么有电线呢？就把它拉掉了。我一考就不要考了。比方说今天是考这个国文，对不对？我写别的东西你就没有话讲了吧，我通常写成代码，哎，化学我通常写的都是英文，你就没有办法抓我了吧。哎，这个怎么写的呢？示范一下吧。这是化学，示范一下啊。啊，比方说它这个是方程式啊，这个是正确的方程式，这是 F1 2 O 3加上3 CO， 然后呢变成这个2 F1 加3 CO2， 对吧？那么我呢把这个一二三呢，一就是 Z，二就是 X， 三就是 Y， 它因为几乎很少有 XY 的，那么全部呢通通把它变成朝写，我就把它变成这样。各位密码了，这种密码只有我看得懂。广告之后继续我的成长李敏然。
品牌，这是 F12OO3 加上 3CO， 然后呢变成这个 2F1 加 3CO2， 对吧？全部呢通通把它变成草写，我就把它变成这样。各位，密码了，这种密码只有我看得懂。你说老师怎么能说我是说是这个是化学呢，对不对？哦，可是这个越搞越复杂了嘛，这个比那更难。翻译要花两个钟头。书不见面，搞这些。对呀、啊，我记得当兵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当兵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拆甲证制度？有没有？我们这边老外的比较有吧，拆甲证的。拆甲证是有规定，当兵的不能离开驻地多远、然后呢要在几公里以内、然后呢，所以说像我们又没有钱呢、又要去找宪兵盖章啊、你没有拆甲证就要被抓，要想办法，那么他帮你盖完章你才能拿那个盖章的才去买票，才能买班票啊、所以说哈，我这边这个是讲给你听啊，比方说我们台北到你写高雄你就惨了，因为你没有拆甲证，可是你近的地方台北有一站很近，叫做你知道这站吧，三家台北树林，台北万华树林板桥树林就三家了，你可以不超过那个距离，对，宪兵就给你盖完章了，你千万不能涂改这个违反这个不是你这个伪造文书要送军法的、绝对不能涂改，怎么办呢？怎么办、没有关系，他帮我盖完章以后还是我的笔迹嘛，好，我就去买票了。所以说你说别人当兵跟我当兵我们想的角度不一样啊，我服了你，你打败我。没有这是佩服佩服，北洋军阀无佩服啊。不过倪敏然先生呢很适合在演艺圈，你看他出过48张的唱片，灌过48张唱片，48张啊！那他这唱片当中好像除了唱的之外，好像还有包括有这个相声啊，什么都有，一说唱艺术这方面都有。那时候一个老板很喜欢我嘛，然后我就每个礼拜都灌，就录音，一个礼拜录3张，半年录48张。后来不参加台视第一部戏就是吃小李子嘛，小德章《功残梦》，好红啊，小李子不是春宫，清宫，张冰玉演慈禧太后那个戏，对，小李子小德章，都演过第一部电影是《大地春雷》，严俊导演、李丽华、阮萧宁演出的世界儿童的节目。哎，你主持过儿童节目？儿童世界，是现场的。哦，现场的节目。主持了5年。不，那时候开始，后来有做生意，就是嗨咖啡啊。小亮哥也有投资嘛。赔了1000多万，周转不灵了，负债1400万。那时候1400万多大、那比现在1亿4000万要多多了。哎呦，那怎么付？怎么去还这个？然后我就人不死债不赖啊。我就真正去还钱。有没有颓废过？丧志过？不，因为欠了钱必须要去赚钱。赚钱就全省就是疯狂大演出。对，所以说309个乡镇，我比那个宋省长要早好了。走遍302。20年前就已经走遍了。那时候就是情形，就是收了张飞做徒弟。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演艺圈这个什么这种东西好像讲的好像很严重的样子。啊，没有，其实不应该讲什么徒弟，大家都同事嘛。可是我知道那时候他也是一直叫师傅。那当时情形也是他在餐厅表演吗？我觉得他很有才华嘛。然后就大家就很聊得来嘛。好，那就是你哥，那有什么事情呢？就小弟夫妻老两。现在情形好像演到我跟张飞的时候，对哥，有什么事情就交给我狗腿瓜去办的，对不对？电视综艺节目参加《你爱周末》，一道彩虹飞上彩虹，主持黄金拍档、黄金五宝、倪敏然、张飞、徐峰、罗江、方正啊，没有方正，没有剪场的，要剪场，剪场的，对。哎，还有戚先生呢、伤脑筋哦，伤透脑筋啊，还那时候董娘，收视率的38、44，哇，多高啊！所以那时候主要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呢看这个黄金拍档的时候，只要那个礼拜六一晚上啊，真的可以说是路上街上都没有人，万人空巷，大家都跑回家看电视，好像不看啊，就会觉得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遗憾。所以当时红到什么情形，我们拍的这段故事来，请看。由于倪敏然和张飞等黄金五宝所主持的黄金拍档，在当年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轰动异常啊！到底当时有多么受欢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你好，小姐好啊，来，请。
就这人，咱那个节目位啦。我咯，啊，这规矩来啦，排队啦。做什么规矩？袂赴啊啦！啊，你才不有办法啦。嘘，阿母，哎哎，好好好。哦，你七八三厘米，够实在，哎，顶阿妹啊！好啊，来来来来来，哎哎，好啦，我们这聚会啊，拜托你蛮可怜我啦，钱头钱啊，这可以让你坐，这边不行啊，够实在啊！好啦好啦，我没差，我知影我唔对啦吼，谢谢吼。搞不懂啊！大家在急什么？大家要去哪里呀、啊？我们要去看黄金拍档。哦，这搞错起来！你给我上个便宜。哎，别别别，哪边走去便宜啦？你怎么在那出来啦？不啦不啦，你来照 X 光啦，奶胸变暖。没啦，我身体真好啦，没走去便宜啦。电销你卖咱看，身体较重要。别菜啦，无唔坐去人家边来好啦。啊，你坐去人家。买，我给你叫啦。哦，你别走去便宜啦，啊，我安尼啦，我两个要退出来吼。我都买了再坐啦。啊，我两个坐啦，不你直接等，我再来过黄金菜篮，过黄金菜篮，兄弟，好不好？好不好？嘿，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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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八点了，我到隔壁啊，随便找个电墙看黄金拍档。星期六晚上八点整，黄金拍档播出，全台湾仿佛一片空城，留在马路上的只剩下树叶、尘土，以及孤零零的公车站台。就多哎，很多。我们是很尊重你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盘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你来争什么？哎呦，怎么这大声呀、啊？你莫去探听看卖，即摆阮这家人伫这个地盘算讲真受欢迎的啦。受欢迎？谁的火力大，谁的欢迎啊？你是有啥物火力？你讲，就让你听听火力啦。来，司机外将来听，看到没有？哎呦啊，干哪你有火力呢？也是也在我看。啊！你有解释，我嘛有解释啊！哎、欸，你差别呀？我是变了，安娜，安娜。哎呦，哎，黄金拍档，黄金拍档。嘿，对，有三个多，你哪里拿？你哪里拿？哎呦，黄金拍档，金拍档，姐，哇！哇！你叫我叫我叫呀！你比人家好叫啦。OK 啊。进广告，进广告了。哎、欸，我们事情还没谈完呢、啊。哎、欸，你们这样就算了、啊。你是用电视让你看你笑掉的，让不让啊？哎、欸，你让不让啊？啊，这地盘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啊，电视讲出来啊！我们是要做。哎呦，再过来呀、啊！哎呀，哦哦，广告完了，要结束了。司机哦，黄金拍两块块啦。哎、欸，哦，就过去。哎、欸，这款。哈哈哈哈哈！哇！哦，哈哈哈哈哈哈！哎，那无去啊！进广告，电视拍去啊！哎，那无去啊！哎，大哥，拍谁？拍谁？啊，听到插头了！啊，把插头丢掉！你把插头丢掉！对他听什么插头啊？大哥，你赶快插头插起来！赶快插！哎，来啊！进广告。大家还没出来啊！哇，你讲，哎，是讲你个电视哦，你看你代志拢袂记啊？你到底让不让？哎，这地方本来就属于我们的，起码里头拢不能收的啦。什么叫里头啊？什么？我们火力大呢？电视也出来啊！快点，过来！哎呀，可见当时的黄金拍档是多么的受欢迎啊！真是个跨时代的超级综艺节目。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把一个这个故事阐述的这么淋漓尽致，这个制作单位是非常用心的了。惭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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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回想这个当年看到这个红透半边天啊，这个回顾 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尼哥第二春呢即将要这个扬帆待发啊。这个刚刚谈到这些都是他演艺圈的时间，我们很少谈了感情的故事。不过我们这边有写的，就是黄金拍档将李敏推向事业巅峰，当然他的感情也有了靠岸了啊。民国74年跟李丽华在日本结婚，为什么选择在日本呢？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到日本去拍外景，那么李丽华参加那个亚洲影展，他跟代表团正好跟我们这个黄金拍档一起会合，那闲着闲着嘛，我们就感觉啊，那就举行婚礼了。啊，是这样。闲着闲着结婚，竟然是因为闲着所以去结婚，老婆听了有多难过？应该是不会了啊。这个年纪上也有点差距，然后听说对方妈妈也反对啊。对，一直他妈妈不愿意嫁他嫁给我。那你就运用你的战车伦理，战车理论，来追娶他。什么叫战车理论呢？要先追他妈妈才行。哦。你把他妈妈占领了。他就心里就接受你了。以前很奇怪，作秀都是妈妈带的。对、哦，那个时候是凤飞飞有凤妈妈，谁有什么妈妈，谁有什么妈妈，所以你一定要得到他妈妈的好感。我们有拍这段影片，来看。李敏然的主持才华是众所皆知的，可是大家已经不知道他也是个情场高手吧？到底当初他是如何追上他的妻子李丽华小姐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好，我是李敏然。这个讲到这个套马子啊，追女孩子的方式啊，哎呀，不是我在吹牛的。如果我自己说我是第二名的话，没有人敢认说他是第一名。在这边我要把我这个追女孩子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我这次要追的是这个跟我一起作秀同党的李华。李丽华，哦，真是我告腰腰告睡也就尬意，但是很奇怪，他这个妈妈是每天坐秀都陪在旁边，好像这个苍蝇一样粘在一起的。那怎么办呢？是伤透脑筋啊。没有关系，我就是有过人的地方，对不对？人家讲这个追女朋友啊，擒贼先擒王的，射人我们先射马嘛，是不是？我们只要要先巴结他妈妈，把这个李华的妈妈搞定之后，那不就一切都没问题了吗？是不是？大家看我的，看看我怎么来，对他们，让这样子就可以鱼水之欢了嘛，是吧？丽华，马上就该你了，准备好了没有？妈，你放心啊，我都准备好了。对呀，妈，你一个人坐在这边无聊，想不想吃东西？我去买东西给你吃好了。哎呀，这怎么行呢？妈是来照顾你的，怎么让你去买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时候有点水果来吃倒是挺好的。水果啊，那我去买了，没关系啊。不必了。伯母啊，水果在这里啊。哎呀你看风来了，水果风吹了。于大哥，几点怎么好意思呢？真的让你特地花费钱去买水果来。对呀、没有了，我自己本身也喜欢吃水果嘛，我就是会经常带点水果这样子。我的就是你的嘛，这吃一点也没有关系嘛。谢谢您啊，谢谢您，好棒啊，来谢谢。对，丽华啊，妈背后有点痒，你帮我抓一下这边。好，来捶，先帮我捶一下也可以。收到。用手抓哪里会过瘾？你看看这个不求人，还有这个抓着，你看看，挺舒服的。妈妈，不瘦嘛哈？来，你真是太好了，不求人都随身带着。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经常吃这个养，除那个养，都会养，用这个就不养的嘛。谢谢。妈，那牛气用了。好。妈。是不是冷气太冷？你感冒了？好像是有点冷。那我去买点成药来给你吃好了哈。感冒，万万不可啊！这个我们人感冒之后啊，到药房去买这个成药，有时会有副作用的嘞，是不是？伯母这个有点感冒不舒服嘛，没关系。你身上带药？我带这个了。天哪！好的。我只不过小小的有点伤风而已，然后感冒有点受凉，没关系，不用医生了。不用，谢谢，开两天药就好了。谢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经常这里不舒服，那里有病的。我是最懂得保健之道，我都随身带给医生嘛。谢谢。医生给伯母看看病也是应该的嘛。
谢谢你啊。那您忙您的啊。啊，有再有需要的帮忙的话，你就随时吩咐一下。哎，好，谢谢。累花啊，妈妈。哎，谢谢。丽华，妈觉得这个林雨然这个年轻人真的很不错哎，你觉得怎么样？我当然觉得他也不错了，妈，你看，其实他挺有才华的，主持又好，而且他对我们又很体贴啊。是吗？妈是认为说，如果我妈跟林敏然在一起，你觉得是不是？哎呀，我的妈呀！当然不合适了，妈。那你知道了，那你大哥他对我们好，那是因为他对我有意思，他想追我嘛。好，妈其实早就知道了。妈是认为说啊，林敏然这小子真的不错，都还追你啊，妈举双手赞成。后来林敏然和李丽华在几年之后结为夫妻，可是林敏然却因为演艺事业的不顺利而陷入了事业的低潮期，两人的感情也因此亮起了红灯。李炳然啊，你怎么在家没事光知道喝酒嘛？啊，我现在不喝酒，我能够干什么？你想想看，黄金拍档也停了，那个时候我多红啊！现在我连续做几个节目都收掉了，我现在干什么？我不喝酒，我能干什么呢？李炳然。你不主持节目，难道你就不能够做其他的工作吗？话讲得很容易，我不做节目，我还能做什么呢？是不是？我会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呢？好，你不做工作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之前处理了一些房地产，要找的钱你什么都不处理，你全部交给我，这样对吗？哎，你这不要再啰里吧嗦了，好吧？你这么烦啊！我现在只要在家里面看到你，我就觉得很讨厌，我真的很烦哎，莫名其妙，你回来干什么呢？你走啊！我现在不好，我现在也不行了，你就不走啊？你不要待在这里啊！你干什么嘛？你真是！你要我走，好，那我走。走！李丽华果然走了。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在这几个月当中，林敏然不断地反省自己，反省过去，终于在半年之后，李丽华小姐又回到了林敏然的身边，同时两人重新的振作，携手开创了演艺之外的其他事业。那时候你真的有这种故事存在吗？啊，起了争执啊。去了半年，后来怎么样？您又打动他的？没有，他也做事情也蛮决断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广告后，我的成长，李敏然。后来怎么样？您又打动他的？没有，他也做事情也蛮决断的。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你怎么找到他？我也没打动，后来他自己就回来了。哎，我们请大嫂出来，有请李丽华小姐。亮丽如新啊！哎，两个夫妻干嘛那么客套啊？刚刚他在那边拿卫生纸在擦眼泪。可能男人比较坚强一点，女人看了就回想当时的情形，总是熬过来了。我当时是像倪大哥讲，还没去求你啊。没有，我躲起来，躲在美国。他真的没去找你啊？他不知道我在哪里。那还不急吗？找都找不到，用各种办法不见了。后来你想想，半年不对了，自己回来，免得他再娶小老婆，是这样想法？大概是吧。你还记不记得你回来的第一面见的是不是很尴尬，还是很兴奋，很热情？没有，没有。一点表情都没有。你回来了、啊、两个人都演得很好，就是假装好像昨天没发生过半年的事情，出去一个小时的回来，那他就还带了袜子啊，
领带衬衫的，来帮你买的，就好像没有发生。那当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这个小别胜新婚吧，是是是，听说三天没出过门了。哇，总是人有高低起伏，林大哥你人生经验比我们丰富，要不要给我们所有同学所有观众朋友下个最好的注解？我是从自己，我想跟这边的同学这个年纪走过来，我想有一点脚踏实地啊最重要。说我们古代有愚民政策，比方说他的愚民政策是说让大家都不要读书，少数读书的人呢、以后出人头地，另外就管大多数文嘛。现在呢每个人通通都读书了，又有一个很奇怪的有愚民政策，不知道是谁来主导的，他一个风气叫大家都不要努力，结果少数偷偷努力的人几十年以后来掌管大多数不努力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愚民政策所愚民，我们呢必须要努力，绝对不是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我认为脚踏实地一个萝卜一个坑去做，而且人应该要充满了谦虚，这样子才会比较充满了就是说很充实，这样子才会有很好的结果。好，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他的《我的成长》，谢谢谢谢。